你小子想救段志兴，我和蓉儿继承受一灯大师的恩惠，岂能眼睁睁地看着他受难？你记着他的恩情，却忘了我先搭救你的情谊。前辈的恩惠，晚辈自不敢忘。只是，前辈不应该利用我们来暗算大师。如果剃个光头喊句阿弥陀佛就能赎罪的话，那这世间还有什么恩怨可言？ 这是何意？静儿，你的好意老衲心领了，只是这么多年，我一直害怕我时日无多，等不到因果来结束这段因果。这一刻，我已等了许久。 皇上，
我等你很久了，你怎么才来呀？是我这几日去闭关修炼武功，疏远爱妃了。没事吧？没事。你一个女子怎么就突然想习武了呢？我就是想了解一下让皇上那么感兴趣的武功到底是什么样的。小生，我做鬼也忘不掉。拿命来！为什么要杀我孩子？为什么？我也不想。当年留孩子一口气，本以为段皇要为念及旧情，从而出手相救。如此一来，华山论剑便可以少一个对手。谁成想那时的一灯远没有现在的菩萨心肠，只怪这孩子造化浅，可惜了。畜生，我要杀了你！我要杀了你！我要谢谢你，你骗黄蓉来此救治，不仅让她中了毒，还让他耗了真气。你苦心多年做了一只螳螂，没想到老夫才是那只宰后黄雀吧？求帮主，黄雀背后可还有两只大雕呢。丫头，你可知如果今夜你再收老夫一掌，这世上已再没有第二个一灯为你疗伤了。他死了，黄老仙必然会乱了心智。如此一来，华山论剑丫头，今夜你得死。年纪轻轻就有这样的功夫，
再让你修炼些时日，这世上岂不是又要多一个与老夫争天下第一的人？所以你也得死。你在说什么？景阳，这囚老贼内力深厚，招式很多，你在100招之内尚且能跟他打成平手，但过了100招便挡不住。那我也不能让他好受。或许我们可以炸一炸他。45、46。之后偷袭我，你到底要输到什么时候？十一，我十二。糟糕，还有一招。95、96。这招啊，叫棒打狗头。好计谋。求帮主，这数年孽缘因果全因老衲而起，而如今我已是个油尽灯枯的废人，你何苦要浪费精力赶尽杀绝呢？大师所言极是，老夫今夜到此，皆因听闻大师治病救人，散尽功力，特来施以援手，以尽绵薄之力。现在看来，大师气色尚好，那我就放心了。熊老贼，你别跑！前辈，前辈。不容你们可怜我。那你可怜可怜老衲，了结你我多年的恩怨吧。丹皇爷既然已死，我与他的恩怨已经了结。大师若是有心，烦请日后夜夜替我超度那苦命的孩儿。前辈这是要去哪儿？怎么，我去找那囚老贼报仇，你也要管啊？我只知道世间恩仇繁几，缘也难明。我爹那般恨老顽童，把他关在桃花岛15年，最后还不是把他给放了。周伯通已经出岛了，他人在哪儿？寻我？老顽童那般心性，常人哪里知道他的踪迹？不如前辈您留条性命前去寻他，找到他之后再一起杀那囚老贼，可好？好，我这就去寻他。儿子的仇，他也有一份。大师。Sir Tracy， 报我不应。
你这般盯着他做什么？这个天竺大师刚刚所讲的话怎么跟九阴真经里最后一篇的怪文很像啊？什么思热却虚，哈虎文波英阿拉斯，那不是怪文，本就是梵文。静儿，你是如何得知九阴真经的经文？是这样的，之前我和周大哥在就是周伯通，我跟他被困在桃花岛时，我跟着他稀里糊涂地背下了九阴真经里最后一篇的怪文。刚刚这位天竺大师所讲的话跟最后一篇里的怪文很像。皇城撰写九阴真经后，担心此经会落入到心术不正之人手里，于是改写为梵文，之后唯有懂得双语之人才能看得懂此经。你不懂梵文却能熟背此经，这真是难得之极的因缘。之前我师父他老人家遭欧阳锋暗算，身中剧毒，武功尽失，就是靠着经文里的一知半解调养好内伤的。亲兄竟然要这种遭遇。只可惜我师父他只调养好了内伤，武功却未能恢复。大师，您既懂梵语，要是按照这其中的方法疗伤，定能恢复的。阿弥陀佛。大师，那我现在就把它写下来。一出此经需要些时日，不如你们二人在山上休养几日，等我钻研好再传授于你们二人。好，多谢大师。你们节节败退，却又来催我做什么？你立刻回去禀告圣上，待臣拿到武穆遗书自会赶回去谢罪。父王何事如此动怒？当初岳飞收到十二道金牌召回令，而如今我却收到六份圣旨密令，催我归朝。我竟有些能理解他当时的心情了。如今前方战事吃紧，所有的压力都转给了我们，若还是不能拿到武穆遗书扭转败局，到时候圣上大怒，你我父子二人就没有好日子过了。很快就是8月15，到时江湖中的武林高手都会前往嘉兴的醉仙楼举办武林大会，郭靖作为江南七怪的弟子一定会前往，这是我们夺回武穆遗书的机会，这是我们翻身唯一的机会。父王放心，孩儿已经有了计划。徒儿拜见师父。若想跟着我学功夫，那就好好学，若还是放不下男女之事，现在就可以离开。请师父放心，眼下我已心无旁骛，只想跟着师父练好功夫。好，那今日便教你一套灵蛇拳，看好了只打一遍。谢师父。
跟全真教的恩怨，为什么非得咱去做这个和事佬啊？你这黄老邪那臭脾气，保不齐啊，他还觉得咱躲过前世呢。还有全真教那些牛鼻子老道的倔脾气，就算咱们解释一通，他们也未必相信黄药师没有杀他们师叔啊。你们说黄药师会不会因为上次静儿没有娶他女儿而迁怒于我们？行了行了啊，你们若是不愿意去，报案了，把我放下，我自行去为双方调解。我们江南七怪一向侠义为怀，若这不敢那不敢，那怎么成为侠士？再说这眼下只有我们几个人知道这全真教和黄老邪之间的误会，若是我等眼睁睁看着他们两派在江湖掀起血雨腥风，那我们才是真正的罪人。大哥，我们知道错了，大哥说要做我们就去做。对对对，我们都听大哥的，反正啊早晚要去桃花岛喝喜酒的，咱们先去认认门也好。大哥，我们到了。江南七怪有事拜见黄老祖。哎哎哎哎，二哥，这啥意思啊？黄老祖早知道咱们来了，但不想见我们。你看看，大哥，我就说这黄岛主啊，不会领咱情的。现在倒好，自作多情了吧？黄老邪脾气古怪啊，我们这次不能依着他。等全真派的人来了，说什么都晚了，事不宜迟，就是硬闯也得上去跟他见一面。走。
哥。大哥，哎，不走了，不走了，不走了。哎哎，你看，哎，还绑个这，有啥用啊？啊，哼，这东邪的奇门阵法，果然是名不虚传。大哥，我们别再白费力气寻路了。哎呦，你说咱这个进废的，黄道主，江南七怪求见。黄道主，江南七怪求见。三哥，你就不要再白费力气做这些无用功了。二哥，你脑子最好用，快想想办法。我要像他这么聪明，也不至于困在这个阵法中啊。这个黄老邪啊，用这个破阵法把我们困在这儿。你们说这礼数啊倒是一点没少。大哥，就我说，先把咱肚子喂好再说啊。各位，有了，准备笔墨。这是什么？这是曲。你说这是？你爹要是能知道你傻成这样，他都能气活过来。啊，我本来就是傻姑的嘛。哎，字写的好看吧？字儿写的不错，以后别再写了。好，好，好，不写了。信上面说什么？不知道，但是字真好看。孩子，以后爷爷不给你写字了。啊，好，谢谢爷爷。去帮爷爷办件事儿吧。嗯，好。哎，我还没跟你说办什么事儿呢。那雅仆去了那么久，怎么也没个回音呢？朱聪，你信中可说清楚了？我在信中说，不要将误会激化。如果他放不下身段向全真教请示，那就由我们江南七怪出面向全真教说明原委。这黄老邪要是看了信还不予理睬，那当真是油盐不进啊。我在信中还特别强调了，劝他不要因为一时意气连累了郭靖和黄蓉的关系。黄药师爱女如命，应该不会乱来。大哥，少安勿躁。这桃花岛机关无数，更何况那仆人往返也需要些时间，我们且耐心等等吧。谁？别让我先带你们过去。这是九阴真经总纲的译文，其内容精微奥妙，虽让我一时不能尽解，但按照这真经的疗伤功法，原本需要修炼五年方得以复原，如今看来不用一个月就能有五年之功。那实在是太好了，这样一来，大师还能赶上华山论剑的日子。到了华山顶上，裘千仞那老贼可得苦恼死了。老衲既然一心向佛，就不会再过问江湖之事。倒是你们，得尽快把这九阴真经拿回去给你们师父，告诉他，按照这功法去练，就能打通七经八脉，他的武功就能复原。嗯，好的。
那我们赶紧去交给师父。既然如此，老衲就不多留你们，你们一路小心。师伯，我们日后再来看您。伯通，伯通，老顽童呀！老顽童，老顽童，老顽童，你天天就知道喊老顽童。哎呀，觉也不让睡，烦都烦死了，你太难伺候了。老顽童，老顽童，你，老小花，你说。我当时要是给你丢在皇宫里不管你，你还喊我老顽童吗？你这个人怎么那么奇怪、啊、在皇宫里说待不住的也是你，出来了说不耐烦的也是你，到底是谁难伺候啊？我咱们俩这你吃的油嘴滑舌，我说不过你，我现在就去找蓉儿，我让他来伺候你，还我自由。那我就跟蓉儿说，你把我扔在这里自生自灭，好可怜哦。哎，我伺候你伺候的挺好，你别跟蓉儿那么说，她该不给我带好玩的了。我酒没了。来，你这个奔跑的时候平稳一些嘛，酒是最怕摇晃。哎，还有啊，这个酒出坛以后的半个时辰最香醇，但这个路途遥远也不勉强，你一个时辰之内回来，我就说你轻功不错。哎呦，老叫花，你瞧不起我老顽童的轻功是吧？一炷香，一炷香，你看我能不能回来？沿着这条道往东走20里就到嘉兴了，咱们加把劲儿啊！王爷还等着咱们呢。好嘞。哎呀，着什么急呀、啊？那离8月15还早得很呢、啊。我看你是怕去醉仙楼吧？我怕这。当然怕了，哎、说的跟你们不怕似的。哎呀，师傅，醉仙楼有什么好玩的事儿啊？不是上次跟你说过吗？我忘了，再说一遍。这么多，是我是我是我。跑什么跑？怎么这么爱跑？干脆替我做跑腿的吧。这是我从桃花岛黄老邪那儿偷出来的，不对，是我拿回来的。吃，我们刚刚吃下去的东西，那是7七49天就会毒发的毒药，天下除了我，没人能解。只要你们听我的。小明，别听他，小明，别听他，快，好玩，好玩，好玩。伯通啊，嗯，你想这个法子可真是妙。我老顽童受够你呼来喝去的了，以后埋酒埋肉的事就吩咐他们去，不要再侍奉我老顽童了。听见没有？你跑得最快。听见了，听见了。你别打我了，我都能听见。你用了什么法子让他们四个人那么乖乖听话呀？老叫花，要不你猜一猜？你要是猜中了，我还替你跑腿；你要是猜不中，你把我放了也不算违约，好不好？当我傻呢？我现在坐轿子上，我啥也不猜。老叫花，你不好玩。哎呀，无趣无趣无趣。上当了，上当了，我上当了。老叫花，你说天下这么大，蓉儿他们怎么找到我们？万一他们要是找不到我，那下半辈子我就要伺候你老叫花了。哎呀，我上当了。哎呀，别担心，别这么小肚鸡肠。我在这路上都留了丐帮的记号，早晚有一天他们能找到我的。那就好，那就好，做得好。哎，啥记号？这么好玩，教教我，教教我。我肚子饿了，现在教不了。你们四个跑起来，快跑，快跑，快跑！我气功饿了。太残暴了，残暴！跑跑跑！你们四个都跑起来。哎，我不喝了。哎呀，我不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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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了，不喝了。老叫花，你还没吃饱吗？
哎呀，在这嘉兴，吃吃喝喝喝吃吃，无聊，不好玩，不好玩。哼。哎，你们四个知不知道嘉兴还有什么好玩的？啊，说说。啊，说说。听说这嘉兴美女如云，啊、皮肤细滑的，吹弹可破。要不爷，您去试试。试你个头！女人哪有功夫好玩？你武功这么弱，就是因为女人，知道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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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朱爷，别再敲了，头上又起包了。满头包，满头包，满头包，懂不懂？哎，这样，你们四个人一起打我。前辈啊，你看啊，我有个好玩的想法，你要不要试试？好玩就说，我们比定力啊，看谁坚持时间长，就算谁赢。这个好玩，哈哈，就比这个。哎，但是我们事先要说好啊。如果我们赢了啊，请前辈把解药给我们，然后再放我们离开。啊，人家玩你呢，别打坐，你怎么比得过和尚？那我还是道士呢，我也打坐呀。你又不是真道士，你肯定要输的。就比打坐，就比定力。你越是这么说，这个赌我打定了。开始吧，开始。哈哈哈苍井天良，苍井天良，阿公，苍井天良。哎，伯通啊，伯通。哎，前辈，哎，前辈。这嘉兴醉仙楼的嘉兴菜啊，尤为出名。不过最出名的还是那女儿红，喝起来啊，唇齿留香，回味无穷。许多江湖中人呢，都到此来品酒切磋，师傅肯定在这儿。当年七位师傅便是在此处，与邱道长为我和杨康立下了18年之后的比武之约。没想到如今再回来，却已物是人非。没关系，金哥哥，等咱们事情忙完了，咱们再和六位师傅再次痛饮一番，如何？好。哎，这两个人坐这都憋了一个时辰，不会是死了吧？不会不会。哎，你们干什么？大哥，他们欺负你们，你这是怎么了？哎，老顽童在跟人比定力呢。啊，原来是这样。没事就好。到底发生什么了？如实招来。又有人打架了，这醉仙楼又要装修几日喽？走。啊，是这样。这个周老前辈和那和尚赌，说谁先动谁输，跟我们没关系啊。没关系。那七公他老人家呢？之前还在这儿喝酒呢，后来不知道怎么着有事儿，下楼了，到现在也没回来。哎，你看走得特别急。下楼去哪儿了？往哪个方向走的？几时走的？喂，这真不知道。老顽童，七公呢？哎呀，你们在这儿对着坐下去，也不知道几个时辰才能分出胜负哈，多没意思啊！这样，我同时在你们俩身上点上笑穴，谁先笑出声来，谁就输。弟妹老弟，你们太坏了，让我输了。大叔，哎呀，和尚，你赢了，你赢了，赢了。大哥，你就是爱玩。渴了，倒上。倒上，倒上。乖乖乖，真乖。算我输了。周前辈，我们得解药呢。对，啊对，解药。啊，哎，你要多少？我搓给你们。前辈。你干脆扣两颗鼻屎给我们好了。哎呀，我这也有，量大要吗？哎，你不能这样。是我的荣幸。玩嘛，乖乖乖，前辈，要没什么事儿，我们先走了。啊，行，走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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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跟你们玩得很开心啊。哎，
真好玩。臭和尚，你怎么还不走啊？想吃我几棍是吗？他不会是用内劲必学，功夫不到，所以把自己逼死了吧？老顽童，你被人家骗了。为什么？别怪我，都是他们出的馊主意啊！你耍赖，我们重新比过。老顽童，我让你照顾我师父，我师父人呢？对啊，大哥，师父呢？老秋华刚刚在那儿，我在这儿，他人呢？金哥哥，咱们走，找师父去。走，哎，大哥，你自己玩吧。那我去找西宫回来。老秋华，他们走了，躲猫猫你赢了，出来吧，出来啊，老秋华。出来啊！哎呀，你赢了！出来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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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出来吧！四海江湖飘，千杯对空长。生死相依，凭栏长啸。星月照大花，长弓射鸳鸯。山水相逢，狭路前往。世道人我闯，浮华皆虚幻，恩怨都斩断。下金银刀花，莫怕莫惊慌，一江湖一世狂。一心做梦中，可怎知醒来是天涯梦。大刀且寒窗，天之路泱泱，千秋梦万丈。少年何为英雄所向，或初心不忘，或泥尘无慌。大道且还长，天之路泱泱，世间人万丈，纷纷扬扬。谁能知何为所想，尽一心寻访，才知晓功过对错都不